大家好，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，这样连接绳子或者是给绳子打结，都喜欢这样啊，打一个死结，认为这是一种最可靠、最安全、牢固的打法。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绑法。大家看，我们做一下测试，咱们这样来回的拉，它就会解开啊。大家看，很容易就解开了啊。下面教大家一种正确的打法。这是一种非常牢固的绑法。首先，我们将蓝色的绳头这样折回，再将绿色的绳头从下方往上穿过，这样再绕过两条蓝色的绳子返回上方，穿过绳眼，这样咱们收紧调整一下，再将蓝色的绳子返回右侧绳眼。大家看，这样咱们调整收紧就可以了。大家看这种绳结的话，咱们就会越拽越紧，非常的牢固。无论你怎么用劲，即使是绳子拉断，它也不会散结，非常的实用。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关注一下，以免在下回需要使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啊。